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你播报2月25、26、27周末以及下礼拜一的周末运势。首先恭喜的好运星座有金牛座，连续的假期呢，请你出去玩，享受明媚春光，好运上门。处女座朋友呢，则是连续假期，适合户外踏青，身体呢有正能量。射手座朋友呢，周末呢适合朋友的聚会，享受美食哦，聊天舒压。周末两名星座特别小心，分别是双鱼座朋友啊，心情呢比较有受伤的感觉，感觉到孤单，分手的危机要出现了。天蝎座朋友呢，周末适合发展一些情感的一个联系哦，因为你们这个周末情感并不是这么样顺利哦，会有一些吵架现象。各星座周末的幸运数字颜色推荐给你啊，火象星座请你用金色数字4。土象星座请你用红色数字7，风象星座请你用黄色数字9，水象星座请你用紫色数字2。